大家好，我是 Kenny 老张。那我们今天要玩这个绝地战兵哦。Welcome to the Hell Divers。哦，我这是我自己的船舰哦，向生化人宣战，向观人者宣战，向虫族宣战。啊？什么？好，先不管了，还叫我用电脑。银河战役。哦，现在就是玩家人数，是不是？然后看你是要往哪里往外推就对了，然后就可以推到他们的母星打。现在战局一直在这，敌人一直在死，我们的士兵一直在阵亡哦，还意外死亡的是怎样？好，按错了，不然点到那个绝地任务了，应该是最难的。哦，这边呢、多人游玩了、吓死我！我要自己打的真的会死哦。那我不晓得，那我直接加一个好了。啊，打这个了。不是先打充足啊！我还有什么武器吗？那就选我原本的啊，雷射瞄准，额外哦，这是我的那个瞄准镜。OK， 就这样。我来了！各个绝地战士们，保卫他！不能跑步这边，对吧？没办法，水嘛，不好走。没子弹，一下都没子弹，shit！我靠，这很硬欸，不行，我先包扎一下。哎呦，靠！我猜这应该会有友军误击哦，所以小心一点。干，我也好想叫机器人哦！哎呦靠，怎样？有些东西要砸下来要小心一点，不然会砸到我。我也叫一个空投，武器的，因为我没有什么子弹了。哦，太好了，对，我的是火神枪，准。我其实我自己的准心真的是看不太到。真的要看到自己的准心很难。我看他刚瞄我，我的准心呢黑黑的，这样超难看得到的。看那个人被压死，直接赶快逃到船上就对了。要怎么看刚刚我打到的东西啊？进入绝地喷射，不是，哦，是这里，它刚刚发亮，看一下，我怎么都黄色啊？哦，军火库，啊，可以改颜色吗？表现普通，不如就这个、特工啊，我头盔也可以换，那屌啦，每天有很多特工一直战死哦，我们不能抛下我们弟兄。真的不能换颜色吗？感应呢？等下我试试看会不会被萤幕夹死。不会，队友会等，好吧。Request confirmed。那是玩家、没关系嘛，我转弹嘛，你就走近一点。不小心开到，我想说我是发生什么事。没关系啊，我好像队友要战术弄我才可以复活。有三秒后我就要来，来吧 ，I'm coming。我在这里。我以为我是左下角那个人。我靠，这个虫，看，他前面很硬那个人的雷射虫好像被打气了。你那边黄黄的那个 ID 有点看不是很清楚。
这火神枪你最好趴着，他教学的时候说要趴着，以免被子弹扫到。好了，该叫一下我的枪了。对啊，我有手榴弹，我都忘记了。来来来，哎，这是炮台，靠，我让我掉错了。哦。救援包我可以使用吗？这是队友的，拿一下。哪一种救援包？欸，飞弹，什么时候有了？命中率90，传弹还蛮好玩的欸。他颁奖就这样，全部人的颁奖都要看完，我才可以离开。我要看全部人的颁奖。生化人，你的邻居会举哑铃吗？他可能是生化人，可以向维安部回报可疑行动。嗯，先把我枪叫出来，带着也不会死。Supplies incoming。欸，他被我砸死了。好，我把他救起来，上下右左上丢一个，啊，等一下就出来了，马上啊。早就想拿火神灌你了，哎呦！我靠，他在冲锋哎！啊靠！驴肉不能动哦，这把枪啊，拖在！啊，那一只挂还有，我好像没有那个了。危险！危险！危险！靠！你打一打就没子弹，好机会说。欸，谁放那个核子弹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靠！对啊，又是什么时候？真的没有心情去注意那个环境发生的事情。我也可以叫了，但是很危险。哦，弹夹可以带到15发备用。说实在，好像也不用带到那么多了。然后那两根长长的像肌肉棒的，那个就是那个我的手榴弹。它很像一个食物，可是我突然叫不出它是什么名字。你要往我这边走。我靠，好强！我靠，它是飞弹吗？哦，我这个射程比较短一点。我救你，救你。我没有从另外一边上车过。哦，你出一个任务，你要自己选择空投地，反正这边的东西都清光就可以了。对，那我选择在这里好了。那我们我刚刚看到我有宪法这个枪哦，我想玩玩看我的宪法。这个星球很雾哦，而且它有。很像类似土星的那个土星环，我试一下。你没有啊？哇！ Reload 五发。我靠！ Reload 刚刚不是在 reload 吗？啊？哦，你要一发一发按哦。看。Reloading。原来这个武器是这样子搞。欸，一个人真不是盖的欸。
我单机架这个枪就够强了欸，好像有点烂欸，我现发一枪那个怪就死欸。他时间到了，我觉得我装错武器了，好可怜哦，输了没有经验值。这生化人啊，他被我打死哦。我靠，这是怎样？我马上就过来了，我的队友很衰，被我打死。这些生化人还丢手榴弹，你再过来真的会被我打死。哇，他很衰，被我打死。不对哦，这是谁的枪？那行，算了，我先呼叫支援。按错了，上下右左上。先拉回。有人拿宪法欸。看，等一下，上下，赶快，好，赶快叫他们来，我看，不然真的会死了，没有队友不行。还好。这只超厚的，有手榴弹就丢啊。感觉是超硬的，我想。这个东西捡一下，我来捡。又是这个枪，破坏者。C4 的那种。是可以上去吗？可以。我可以攻击吗？可以。我下面有弹药，拿一下来。很硬啊，好像都没有打到弱点一样。你看这战车好像不会爆一样。开始举着要怎么打？难道就让大家互看？我看一下，我应该有炮台可以叫，我看一下。还没 CD 还没，没关系，我先叫那个空投武器。如果有战车就加走，对不对？干砸太近啊，超帅，真的超帅。后来被我打掉，干无语。我们要撤了是不是？我靠 ，cover 你，看 ，cover 你，无所谓啊。这外观。大家都挤在那边，我没办法按到电脑。军火库，军火库。我
我觉得这把枪也不错了，继续弄，换个披风好了。自由，特工。Hellport launch sequence initiated. Crew to stations. I repeat, crew to stations. 哎，这边就一个点，275个敌人，他要选择在最上面就对了。好啊，我看一下。哦，这样刺激耶。重型，因为我不想死。OK， 用宪法这把枪要有爱，因为我刚刚用宪法，我真的用不习惯。Equipment on its way. On its way. Supplies incoming. Equipment on its way.那我要进去炮火。我干！我现在在战车哎，超爽的。干！可是我怎么觉得那一侧比我强的样子？能让我超炮台这么好哦！如果是我自己丢，我会自己做，真好，真好。我自己都叫不出战车，能体验真的。谁可以倒个车一下这样？他不一定要瞄得很准啊，路径上有怪，他附近就直接爆炸了。嗯？这次可以解决吗？太近了，我怕会伤到队友。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哇，看这个炮威力真的超猛。干，是我把这个打死了，跟他讲一下 ，sorry。我干，来。那大海战车不堪一击。哦。他们架的那个炮也蛮强的、欸，然后那个炮让我想到那个赤潮人类的那个炮，哦，那个是要人坐在那里的哦，原来，给他处理。Request confirmed.哎、欸，我好像快没子弹了、欸，阿奇。Request accepted. Incoming fire. Deploying defensive assets.我刚下来丢了两个东西，一个炮台，哦，这个我丢的，然后另外一个丢什么我也忘记了，下来就是密码乱打就上了。他炮台转向不方便，如果是怪物丢啊后面的话，我没子弹，那没关系啊，我去那个旁边啊换机枪。哇，我有死角，我打不到上面的。靠，这个也没子弹了。驾驶一下，换边，开一看哦。觉得应该会把队友碾死哦，所以小心一点。没办法，子弹似乎对那些装甲战车没意义，打不动。我在浪费子弹啊！我也没别的枪可以叫、啊。他们就咬那些战车。他有说在21秒抵达。
掉。我靠！不是说打275吗？打到360了，好像也有抓那么多，1050，有吗？我有开那么多，大部分不是都在超炮吗？征服了，怎么跟什么？加12对社区的影响。这什么？干！这是拿到什么奖励？战车哦！等下大家都赶快冲去那军械库，我要。真假有欸，运兵车，没关系，试试看。好像很屌，改一下装备哦。这个比较像是《世纪帝国》头盔哦，朴顿武士。哎，不是，朴顿武士没有戴头盔，就游要升级到游侠前一个的那个沙漠，好不好？比较破一点，森林。哈哈，出不去，还没选哦，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空投。哦哦哦！Hellboard launch sequence initiated. Crew to stations. I repeat, crew to stations. 啊，240，他现在选那个我们要空投的位置哦。好了，拿宪法。哦，那个人有了，那就不用再配了，配一大堆宪法用。因为我现在在玩那个魔戒嘛，所以我就把它取 Ring 23。他之前是 XCOM 23。是因为我在玩 XCOM 2，就每次下来都要先打怪兽对打机的密码，上下左右 BBAC。Stand by, equipment on its way. Stand by, equipment on its way. 丢哪里掉？丢了。Defensive equipment. 丢外面。Repeat. Dropping equipment. Stratagem incoming. Incoming. Defensive assets. 那机器人，人家空投了，不要去抢就好。我先丢我的装甲车看看。我靠，那谁啊？一直在发那红色的。啊！我的装甲车不太一样哎、欸，对啊，蹦蹦蹦的。哎、欸，没有人复活他是不是？不是，他刚刚机器人走快，被我的战车压死。为什么打不爆他们？这么近欸，我的炮怎么了？这很像神主欸，星海争霸。我怎么觉得我这个炮怪怪的？我真的打到人吗？还是在那边开枪开好玩？又有人机器人那个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来。因为我压过去他们会挂、欸、对吧、啊、对吧、啊、干好强哦、喔、哎、欸、干对吧、啊、车怎么会宕机对吧、啊、干车让我抢他妈我就直接这样开去压你就好了靠嘿对吧、啊、碰一点点你就烂掉了那些好像在拆弹的一样碰一下就挂了，他们。哎呦哎呦，抱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看我第一次知道载具可以杀人，那我强，好吧？说实在，我也没事干，他也没事干，那边乱开枪了。哎、欸，有人挂、啊！要、欸、看，
等下 RPG 借我啊！哦，他不是 RPG 哦。呀，这种这补血的，算了，丢掉，都不丢。哎，其实他们蛮软的，我刚用子弹打一下，这个很像蛋壳的，没什么，真的。压一下就挂了。我靠！我觉得是我们炮台杀人，很夸张哎。看，真的，碾不死这个隐形的这个。干我的车！干我要爆了！我要爆了！我要爆了！干我有时候要找准心有点找不太到 ，AA 的这样。最好是给我机器人啊！我要一个机器人。哦，恭喜你，稍微啊，他们的经验只剩一点点的，你知道。哦，我也稍微了。Crew to stations. I repeat, crew to stations. 主办单位，我不是主办单位的，我是参加 party 的。哎，他也不拿宪法了，他拿宪法，然后你也是。那我想复古一点哦，宪法来吧。先叫战车。Stand by, equipment on its way. Supplies incoming. Stand by, equipment on its way. 哎，也有人有叫，我可以取消，可以按 Q 取消。那火炮来，我看。Request confirmed. 哦，怪物来打，我看。这么快哦，要闪那个、哦！啊靠呀！上下右左上，先把队友护。我这个要 一发一发 reload 的。怪物也不等我们的呢，我们在掉空投准备 prepare， 他不给我们 prepare 的。不要等他呢，等一下呢。走吧！哦，这个很夸张哎，这就是刚刚这个，好像是这个吧？把我们的那个有一个友军，他叫战车打挂，这个要不要捡一下？好，我捡。好，你捡。Supplies incoming。有顺便呐、啊，你知道，顺便捡。而且他需要扶起来的、欸，他没拿。哦，他战车撞到他自己啊，还没完全刹住，然后他下了。我好像一直叫是叫怎样的？打不爆哎、欸！干，那个真的要挂，真的要挂。我已经用过哎、欸，上下右左上，对啊，我还在上下右左上，就队友的一个那个，还在 CD 中，我还在 CD。哦 ，shit， 是哦，刚没有注意到。嗯，没有，我刚刚在看战术指令，真的没有注意到我被瞄准。卡住了，呀，过不去。
起我来当救世主。啊，你就以为我不会近战吗？还有配近战功能给我。哎呦 shit！ 老公，给我就对了。王将，看中间的 boy， 哎，撞不破，为什么？你这样抖在那边抖，对吧？这个是我没办法撞破了吗？这个单位。哎，两台车有差，他的炮比较猛。哦，他没子弹啊，他没子弹。我的炮他坐在那边没子弹。好，无所谓。靠，对啊，这个招超安的，又被自己压到。哎，不是要保卫他吗？要把他射掉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我刚刚那个死亡，我觉得怪怪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欸，我被我自己的炮来压死，不可思议。可是我没有记得我刚刚是放在那边啊。这样乱丢，你看，乱砸的，好像没有提示耶，超危险的。Firing for effect. Incoming fire. Deploying ordnance. 对啊，你看，他有一个保卫，为什么他另外一个要打掉嘞？还有影片这边做个 save point， 那谢谢收看《绝地战兵》，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